生气的看，欢迎欢迎欢迎 Tomo， 欢迎 Apple Pencil 5，欢迎雨晴，欢迎艾文，晚上好，欢迎阿晨，欢迎婷婷，耶！我今天红到你，欢迎立赫。给大家请安，这是新的词，新的词。欢迎还没想到，到底想到吗？欢迎低调再低调，谢谢信婷。哇，这是什么？谢谢信婷的木宝箱 A 级，谢谢信婷的薰衣草。欢迎西西，欢迎还是 Only Alpha 吗？欢迎炫阳，谢谢。谢谢 Apple， 谢谢我的蜡烛啊！怎么卡住了？没看到哦，来了！欢迎两光，欢迎柠檬，晚安晚安。我的鼻音很重哎，最近。谢谢柠檬的薰衣草跟木香。我今天来化妆，所以你看到我拿的蛋蛋。欢迎阿友，欢迎 OPPO。好，反正不进来就算了。欢迎九蛋，起来重口红，摇一摇一摇。谢谢欢迎欢谢谢艾文，欢迎空白，欢迎木海雷，吃了吗？还没。欢迎卡丘，啊，为什么？哇哦，哎，还可以，有西西。Hero， 有是 Hero 吗？哦，有两个空白箱。晚安安，欢迎两个。没有排错时间，真的是没有排错。你们不要觉得我排错，是真的没有排错。欢迎小皮，谢谢追踪。你好，你好。欢迎蓝云，我今天化妆给你们看。刚前面保养其实都擦好了啊，妆前我没擦妆前。哦，谢谢 Younger 星之冠，欢迎大家，欢迎全部人刚进来的。哦，虾哥，欢迎虾哥。哎，别气啊，我忘记上妆前，现在还会到处流。妈妈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单播鬼，欢迎喂，惨流下去，欢迎大家，我现在看太多了，有点看太快，谢谢他奶奶。刚刚如果有人送我东西的话，嗨，谢谢你们。素颜耶，对啊，有差吗？会不会差很大？刚才有睡觉吗？睡爆了，睡死啊！我的额头，啊，我这边长一颗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超痛。闭嘴！别再说额头很高，额头真的很高。那别人说就很合理啊。谁刚睡醒？大家都刚睡醒。谢谢空白的小公主闷豆，我也不知道哎，最近刚这样。谢谢 Younger。 眼睛都要擦到了。开几小时？两小时。欢迎王子狗狗，你别都擦到了。我竟然是贴了双眼皮贴，因为我真的是皱褶线那边长了一颗东西，但是不是长在外面，它是长在里面。你要先吃东西哦，不看我化妆吗？等一下回来大便的时候，你不要吓到，不要想说你进来是谁。你就只会吃辣椒，还会做什么？好笑！欢迎海雷跳恰恰。我还会吃青椒。
恶心，最讨厌青椒。好吃，我不喜欢青椒。好吃。你比较喜欢素颜，是不是？哦，虾哥。很多人都喜欢素颜，是不是？可是就一定要化妆。其实我上多次都没有化妆了。嘘，各位安静，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大家早安安，安安在哪里？不要画，我画成这样了，不要画。王菲，我刚刚才睡到五点，想要睡到五点，现在用一下妆前什么东西？因为我化妆前会弄那个。气死敷脸。敷脸？什么气死？用气死敷脸？才没有。不要乱说，大概要四片吧，这样更可爱。你那个是遮，不是，这个是底妆，我还在上粉底而已，随便抹。小屁，你看留言，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刚刚没有说话，没有，刚刚都没有说话。其实我没有很会用美妆蛋，平常我是用那种三角形的画。那你干嘛用这个？就他们都说这个比较好画，我就想说来用用看。嗯。不习惯。欢迎噜噜嘟嘟噜，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哦，不要说，我刚刚什么话都没有说，所以嘘。刚刚什么都没有说，不要误会我，你们这些什么不要说出来，可以剪回放，不要。谢谢付伟的募集，笔记不香。然后康乃馨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是不会念人家名字？哪一个？最下面。拼拼啊，拼挺的拼。你还知道？我还是有读书，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很有一个有一首很难的字的那个，有一个就平顶鸟诺。谢谢信婷的 kiss 啾啾，欢迎吴亦和。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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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怪鱼类。鱼类。鱼是不噜不噜。大家好。你好你好。哎呦，我没地方卡，我的。三月新秀。四月新秀、啊，阿姨说要去吃火锅，好久没吃火锅，结果都要直播，讨厌。但算了，赚钱重要。不会说话、啊。怎样啦？不用，不用剪，你是坏人。到时候不能开播都你们害的，哎、欸，超坏，坏的东西。欢迎小太阳雨云，欢迎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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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坏、嗯嗯，可恶，吃不到火锅了。等一下煮嘛。不一定哦。因为我们的账号是给姐姐们管理的，就有可能他们会稍微偷偷看一下。欢迎各位，突突突，脸，我的脸就是个画纸，我超不会画画的，但是我超会化妆的。因为我觉得你也很会画画。
那我才不会画画，画画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画很棒、啊。小孩子画画法很棒。怕怕什么怕？别怕别怕，我就跟他们塞那一下就好了、欸。哎，不要。你要孩子吗？耶！耶！啊，那你去洗。我没有办法，不然要等我化完妆还蛮久的、啊。上次线动画不错啊，这是我的眼镜，他们掉下去。你们就是小孩子，不是是那种五岁小孩，虽然我才三岁，我三岁。吃什么火锅料？豆皮，猪血糕，燕饺。现在点菜，塞班。冰箱不是有说塞班，塞班。冰箱不是还有吗？我记得。冰箱还有一些是没有错啦。耶、yeah, ，吃得到火锅了。豆皮。啊，我要遮瑕啦，顾着玩，啊，袂去被烫伤。谢谢你。哦，但是那个在哪？就一样卡在同样的位置。哎呦哎呦哎呦！哒哒！哎，你的包包吃了我的鞋子。虾饺是这样，周鞋糕很好吃。你三三，再试一下。高丽菜这一缸，高丽菜很好吃哎、欸。我要遮瑕。我很。明天要量体重，完蛋了！雪斑遮一下，遮，搞不好等一下可以在外面跟你们聊天，然后边吃饭。小妮子给大家请安。量体重前吃火锅，完蛋了，完蛋了。准备要被姐姐杀掉，你知道在进那个进 TP 之前，我的体重都是在46，就44到46之间，但有时候会到43啊，然后进来之后就在45跟44之间，量体重怎么办？哦，骑士好帅哦！这个骑士，所以你是我的白马王子呢。白马王子，我都会在睡前，就是做运动，躺在床上那种，躺在床上，然后这样子这样缩，迈进50吗？不是，哎，你巴西啊，哎，比弗拉，对不对？是哎，比弗拉。好了，终于画好底妆了，烦死了。Team 五十欢迎你，我不要，不给你饭吃吗？没有没有，是其实我是一个睡起来跟睡前的体重会差很大的那种，就是睡前如果是46的话，我睡起来会变45，快要44。终于会念了，太吵了啦。妮妮是不怕过重，比上礼拜重还是会被关心。脸上出现点点，这是蜜粉，现在是蜜粉状态。妮妮你好呆哦！妮妮刚刚被我吓死。干嘛？你那边弄那个？这样蛮可爱的、啊。我的蜜粉快没了，因为我蜜粉也会用刘海。我刘海超级油，油到爆。这已经是算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蜜粉，还是可以让我的刘海是可以出油。欢迎林公子，欢迎 QK。哎，不是，我以为是你亲人，中毒了才没有，没有。美妆 YT 刚刚好在化妆，哎，完蛋了，我会被抢。粉丝团自己续，
就没显示，原来笑死晚安。哪一款 ？Innisfree 的。眼睛好干哦，现在吹电风扇。最近变好热，然后一直下雨，超不喜欢。然后还有好多活动都因为疫情取消，有点难过。你知道什么啊？我要化妆吗？没发现我很久没有更新 IG 了吗？在打蜜粉，对，被谁呛？被美妆的，给我化妆，超级无敌不是正确的方法。别什么别？台中挺凉的，我们家蛮闷的。台北外面也是蛮凉的。最近不是在那个吗？疫情高峰期，请告诉你身旁没有戴口罩想要跟你讲话的人，不要捂住他嘴巴，你就推他的肩膀，跟他讲说，薄荷绿的，外面冷冷的，蛮冷的，颜色我要更新啊，因为我要拍照啊，旁边什么颜色的？欢迎 Miss 手，只会呛杰星，竟然，快半年没更新，才没有那么久，哦，去问杰星你知道？功能，百米然后标准，你好派，派什么派？我怎么了吗？谢谢。我超多小海绵。好冷。算是没用啊。你变亮了。还好吧。跟刚刚素颜有差别吗？我觉得差最大的是我的眼睛。现在要上。打阴影，这个有点会喷粉。点饭点的什么的像买手一样，你现在才反应到吗？手万能，我觉得手不行哎，其实是变是黑变白，坏哎，欢迎瑶。我要小心，不要让它掉粉，因为我在床上，所以我只好轻一点。我平常就超大力。泡菜是怎样？那那边已经用到被我弄出一点点铁片，超扯的。而且我亲姐跟我讲说，黑的人。要用比较大力哦，黑的人要用比较多，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我弟跟我姐都蛮皮肤蛮白的，像到我妈妈肤色，就我一个那么黑，讨厌。我超白。闭嘴。白。看我的手。走吧，晚上好。光是看手就知道了。太大力反而会翻车。我其实还好，我的脸被那个我们公司的化妆师姐姐说都已经上够重了，但是还是没有感觉。你看啊，没有感觉，都已经上到多重？有啦，还是有一点点就没有擦到很大。它是比较自然的，其实它主要是说眼妆啦。因为他说，安安他的眼睛眼妆就轻轻上一下，哦，对不起，轻轻上一下就很看起来就很重，然后就我的很浅。这天有点辣。黑黑的你还是可爱啊，我就是自然皮肤，口红好看，我还没涂口红哎、欸，笑死。苹果还没涂口红，才能够臭屁。嗨，小易，
七儿，七儿说人家比较黑。你是七儿，我是沙，我是八，你是三张 A 七，在我这，这很明显还没涂啊，对啊。什么直男？笑死！不要这样呛人家，我要被打。我今天会穿化全妆，化全妆，全妆，刚好平衡，不是这样。Balance。Hello， 欢迎。Balance 哦。Balance 一下。新平衡。我都直接一勾就勾到底，然后就转新的。嗯，全张，谁的照片？美主播美妆那个，那应该是我刚看到，对不对？我不知道啊，看起来好像是哎。原来化妆单位是用张，哦，好酷的进展画面，欢迎小坏蛋狐狸宝宝。安安，大家早安安安安在哪里？在这里。不要绑架。今天有擦吗？我的鼻子看起来没擦。你要我看，然后你要转过去。有啦。哦，你怎么了？没事，我姐说你很可爱。表姐不是亲姐。打完阴影啦！棒。我拿那个弄粉的，现在是在修容嘛？对，欢迎 moon 三六九。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上次我就因为我常用这个在把粉弄掉，就是这样子绕一绕，粉就会掉。然后呢，我就去洗，因为太多粉了，就去洗。结果呢，我就放在洗手台旁边，就洗手台，就是开关那个正旁边。然后呢？他就不知道用到什么，然后就臭臭的，可是我没有发现，然后我就发现我忘记，我就想到说我忘记，哎、欸，我又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忘记喷护发，我护发是有喷头皮的，然后我就喷下去，然后抹了头，因为要抹开，结果超臭的，我的手整个超臭，而且不是我自己先闻到，是。姐姐她那时候在旁边就闻我的头，想说怎么有很臭的味道，而且那个臭的味道是蟑螂的味道，所以这个很崩溃，就说等一下那这样要怎么办？然后就再去喷了一下，然后又再去抹，就发现更臭了，更臭了。然后呢，我就整个崩溃，因为我才刚吹完头发，你知道吗？而且吹头发很热，然后我很讨厌。结果冲洗头。你怎么知道蟑螂什么味道？姐姐闻到的，是那种那个臭臭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蟑螂的味道，蟑螂的腥味，其实那是蟑螂的尿味了。超恶心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因为我们家洗手台那边好像放着一块，就是让蟑螂吃了会死掉的肥皂。哦，是哦。好像是吧，那块就是哦，我不确定。难怪。然后他要用这个上眼妆，但是我通常都只有用这个打底。难怪那里都是那个味道，我傻眼欸。超多颜色，但是我几乎都只有用这个颜色。我就想说，为什么那块这么臭？不会去闻吧？我那时候就想说很臭嘛，就靠近。我也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会知道。啊，就之前家里就很多蟑螂，而且我妈那时候睡觉睡到一半，蟑螂在她身上拉屎的尿。超恶的啦！然后我还有哦，对，不干净的餐厅就会有那种味道，超臭。对啊。然后我又超怕蟑螂，最近。我家附近跟学校附近在那边消毒，然后就一堆死蟑螂，然后整个吓到爆。这话题好像母汤。没有什么母汤的啦，我那么。他们的重点居然没有对焦在一个话题上，就是为什么我会闻到你的头？哎、啊，你就在看我的手机啊？就靠近，然后其实我们两个在看影片。一开始是靠近，然后就有一个非常重的味道，然后。
我就想说到底是哪里，但我觉得应该我一开始闻的是手的味道，然后我就开始闻，然后就闻到头皮超臭的，然后是之后你才发现是你的手的味道。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刚刚去干嘛，我就说他就姐姐就问我说我刚刚去干嘛，我就说没有啊，我刚刚就是洗头皮。被说得很怪。我就说我刚刚去洗那个洗这个东西，然后他说、啊、怎么那么臭，然后我就闻了一下我的手就超臭。这就是蟑螂味，我这个快崩溃了。所以你现在记住那个味道了？嗯，我也不想再回想。那么怕蟑螂的人，现在身上有蟑螂味，我就说我不想要成为蟑螂的一员呐、啊。人家蜘蛛人是被蜘蛛咬，你是？哎、欸，真的，我看过有人说他被蟑螂咬，然后手就烂掉、欸，超恶心的。因为很脏啊，那都细菌什么的。我才没有拿那块肥皂洗头好吗？我没那么恶心。现在好像还是没擦。蟑螂泥好像不错。再哭出来吧，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有录哎。对啊，还录起来，超讨厌的。他们想看的话可以听。不要。现在，我都混这两个颜色，这两个。哦，是哦，我看我看。欸，应该是这两个，这两个比较大地色，对不对？是这个，这个加这个，就会颜色比较深一点点。蟑螂泥的必杀技是什么？飞！不要！我觉得哭给你看啊！,笑死！求限动！不要！那你要跟妮妮，你要跟妮妮求啊，因为他不po我也没有办法。我要先看，我还没看过其实。其实蛮可爱的，只是很好笑哎。小屁、啊，很难说。跟我姐姐的眼影盘一样，是啊，那么多颜色，其实还好哎，我就随便，我都随便画。难选，选择障碍真的没办法。你有东西更新了，赞。跪求动态。哎、欸，你先播给我看，我想看，放在这边，放在这边看。等一下哦。大家冷静一下，先给妮妮看一下啊。我有骂脏话吗？没有，你没有骂脏话。好，很好。你干嘛自己爆料自己会骂脏话？谁都蛮会，只要是人都会好不好？没有啊，我们的那个都不会啊。哪一个？亲爱的办公室也不会。亲爱的，侯明如，他小小的。你叫什么名字？被我的误会，真的应该不能剖，会有争议。当然不能。但是那个还好，就是我头发很湿而已。不要剖，不要剖，直接在这里放。不要。有画眼线吗？还没画，这是我的睫毛。我睫毛其实蛮多的，蛮多蛮长。你知道，有些人的睫毛是，对啊，我不会酷什么的，我不会念日文。只有你说明白。日文是骷髅，骷髅。你有个 BB， 手手脏脏还拿来摸头，有啊。夹子掉了，等我一下。就是有些人的，不是，有些人的睫毛是两层的，我的就是两层睫毛，可是掉了睫毛还是会。一来就事故，是谁还有事故哈？骷髅，骷髅，骷髅好像是。哎，我刚刚画到哪？
我等一下画吗？不是魔法阿嬷的那个吗？骷髅，西肉跟骷髅。手机会痛，不会痛。猫猫接住它，还有新成员，还有那个卡波，超可爱的。卡波，我等一下再分享给你们看。你是魔法阿嬷的那个西肉跟骷髅吗？有的留言整个跳超快，对啊，害姐姐笑死，笑死，魔法阿嬷是什么？天哪，一定是一个卡通吧？是一个卡通电影，我也没有看过，我只知道我要把你阿嬷卖掉，都太年轻了都没看过，一个梗图啊，不是我要把你阿嬷卖掉，好了，可怕。可怕的眼影，酷口，哎，不是了。我要把你阿妈卖掉！我要把你阿妈卖掉！把你阿妈卖掉！阿妈，阿妈真可怜哎。阿妈一直被骂。写作文的时候还要被写故事好几次，我知道是黑色的日文啊，我只是想到魔法阿嬷，因为他刚刚骷髅跟西肉啊。谁喊？一黑一白、啊。好久没听到是今天的台词。把你阿嬷卖掉。把你阿嬷卖掉。嗯。要把你阿嬷卖掉。哎、欸。别打我。是水壶。一样。那你骂他。阿嬷哪里不求你们？阿嬷哪里都不求你们了，反正感觉没什么差，画完才有点差。阿嬷其实都用不求打人。把虾哥卖掉，你们付得起他的钱吗？我拿小的，就会换这个，再画，我都会换粉色跟咖啡色。就是，应该是这边，粉色跟咖啡色，这就是在那个皱褶那边，点点点。我发现有够暗的，一只就不能出来，笑死！懒得收插孔就好。好了，我没有，我都这次都没有卖，都没有讲出来了。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把阿妈卖掉。太有才了，你可以去编曲耶。那绑起来算。我觉得直接把它拉下去一点。化妆的脸都好丑，就是嘴巴会开开。通常都会。啊！我的刷子有一面不知道什么，好像毛被切，然后就刺刺的，可是看不出来到底是哪里被切，所以我每次都会弄错边就很痛。阿嬷躺着也中枪。对啊。其实我长得很像阿嬷、欸。有吗？他们说的。他们说我不像，这个镜子很厉害，这不是镜子，这是灯，这只是个灯，这边有个洞。甜甜圈。不是甜甜圈。会发光的甜甜圈。然后还在用咖啡色，加强后面，这样眼睛看起来比较大。因为我平常。化妆都有一个台灯在那边，但是现在在床上画就没有台灯。叫姐姐买给你，快跟姐姐撒娇，就有新的刷刷了。旧的也是我给她的。这一袋是她买给我的、啊，里面超多的。双眼皮皱褶线也要，要粘一下，不然还有前面。去韩国，现在去不了韩国啊！去找我爸都不行。去找我爸。我爸。我爸。哎、欸，我踏出去。踏出去。画
出去。哈哈。哇塞，你撒娇几次才有那一袋？没有。零。哦，对，这边也要画一下，接近睫毛的地方。啊，那卡多。我刚刚是说欧巴，不是说我爸。我爸。是啊，欧巴。刚好一月去。因为那时候还没那么严重，完美避开。姐姐真好，是不是？有缺妹妹吗？没有。哎、欸，西西，你换成我的马甲，赞。不是早就换了吗 ？Open。有吗？上次还是看，上次看还是那个泪、啊、几前辈。忘了。忘了。公子，为什么你等级这么高啊？然后我要再把这个。这个好在卧蚕的地方。好了，我知道你们看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画，但是会的人就可以看着。请问这里有会的人吗？应该不多。补档，然后画的跟我一样，就可以有跟我一样的。西西升级了，谢谢西西。他升级了，就可以跟我画一样的眼妆了。我今天原本化完妆要煮东西给你们看，结果呢，阿姨就去买了。好了，我要来可怕的眼，可怕的眼线。上用很久。嗯。谢谢。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之前就有很多追踪的人在用蓝，可是我都没有在看啊。我鼻子很重。最好是看得到吧，看得到。看得到什么？我说我都没有在看，都是我在念的。哦，这个盒子哦，谢谢小易啊，虾哥怎么不见？他真的好可爱。其实他头顶还有个眼睛啊。我原本就已经定妆了。怪你嘿 ，Hello， 哎，我怎么掉在这？碰到你，哎呀！它其实是，我现在要贴超近再画眼线。踩到你的背背了。没关系啦。我觉得我要拿小镜子，等我一下。哦，你坐到我的脚脚了。有吗？在这。对不起。哇哦！发生惨案。水性定妆，我没有的东西。我的镜子，大镜子才能掉下去。哎，画眼线，我眼线超难画的，因为我两边眼睛一高一低。你是毕卡索？哎，为什么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眼线？夏哥已经去隔壁台，谁在播？谁在播？谁？夏哥滚！哎，超凶的。哦，原来。谁播？我看得到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丽卡，哦，怡真前辈。哦，对对对。是我生气的，佳慧。哦，虾哥。他跟我说的，笑死，被卖了，坏蛋。哦，好酸啊！虾哥回来了。你把虾，虾哥，我对你那么好，结果你跑掉，还是觉得我化妆太无聊？以后都不要化妆了。他一定是讨厌我化妆，然后才跑掉。那个薯条是我买的，哈哈哈。这名字好笑。是有人吃掉你的薯条吗？多哀怨呢！啊，好，其中一边的吗？还没画到一半而已。没有。好了，没事了，给你省。然后再接在那个。
有断层。你双眼皮贴好丑。啊，是有办法你。我还觉得不贴比较好看。啊、不贴眼睛就很丑啊。谁在看牙医？就是，哎，你有贴双眼皮贴？其实我应该是不用的。哎呦，丝干不贴没办法，现在长一颗东西在这边，我眼皮会这样整个下来，会变得很不好看。那个薯条是我买的，跟你说，主播晚上好。晚上好。我也想不贴啊，就真的没办法。长痘痘，就不知道是长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言难尽。长针眼？不是针眼。干什么？还有宝箱，之后大家都跟着宝箱一起送。应该是随机，然后宝箱打开是什么这样？哦，我猜的了。哦，好多，好可爱哦！可爱的猫咪哦，好像弟弟哦。等一下，哇，好聪明哦！果然是随机的，我聪明。叫姐姐拿针吧，我根本看不到哪里有一个痘痘。对，他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什么。可是我就真的有一颗。喵猫很可爱啊，他才不废嘞！多送几个，送个100个就是超贵的礼物。快画完了吗？虾哥不耐烦了。快了快了快了，好不好？Ben 啊，你聪明，画出去。哦，意思说他要重写，然后重画。没有重写啊！虾哥拜拜，慢走不送。好了，虾哥，我，你可以先去看。虾哥想要丢礼物啦，因为你都不看画面，他没办法丢。哎呦，不要这样嘛！礼物送100个又不少。40分钟。很正常吧，都画一小时。Ben 很像是新朋友。谁？刚刚出现了一个 Ben。啊，真的假的？没有没有，Ben 没有啊，他很常来。我以为是新朋友。下个拜拜不送。四十分钟很正常，真的蛮正常。我可以画个一小时。真是的。大家都在下个拜拜。你们不要欺负他。化妆四十分钟很正常，杀死他。慢死了，还敢乱看台？阿姨回来了，有饭吃了，我真的蛮饿的。然后如果想要眼睛大一点的话，我就把这边翻开，然后画眼睫毛跟布。但是算了，牺牲时间。3分钟很屌哎、欸，怎么用？教我。什么3分钟？他说用3分钟画全妆。啊！我刚刚忘记做一件事情，我的眼睛眼影中间没有打亮啊！你不要再用粉粉了啦，那眼睛很伤。一点点而已，不够。小柯，你眼睛还不够大吗？不够，我想要更大，其实。你要跟吉娃娃一样？不需要。超大。超大的，嗯，打嗝都是饼干的味道，四重脆啊，27号，我觉得应该是27号没有错，怎么办？怎么样？他们要疫情赶快结束，我要加眼睫毛了。姐姐很有概念，谢谢。什么概念、啊？家书。他说我什么很有概念？嗯？只能下次。
OK， 那这样子就没办法退票。可以，可以啊。可是一直改时间。还是可以退啊。SK Two， 怎么感觉突然想到？因为我刚刚说还是可以退。对啊。去我手快看到姐姐哦，看不到。哦，断卡。我们也快要断卡了，4月13、14吗？还是14、15？我有点忘记了。官方还没回复你。姐姐他们蛮忙的，最近有很多事情，尤其是延期啊，有些人也会不开心，然后一直烦官方。大家真的不是我们想要延期，真的很难过，也不是我们想要取消的，我们也想要表演好不好？在这边的粉丝应该都不是抗议的粉丝啊，相信我。对啊，应该都不是啊。你们最棒了！天，不要夹到眼皮哦，哈哈。不会了，只会戳到眼睛。没有没有，上一次我真的夹到眼皮，超痛，就直接真的从眼皮夹下去，然后完全没有夹到睫毛，然后我就想说，哇，瞬间好像把假睫毛丢掉。刚夹完睫毛，有翘吗？完全看不到。我会再用那个打底的先上。你把那些东西放在你的枕头上，你今天晚上肯定会过敏。不会啦，明天早上等着吧你。对啊，好好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很像，就是在生病的过程很像溺水一样，因为肺部已经坏掉了。肺部它就没有办法自行呼吸。肺部自行呼吸，听起来好怪。我说肺部没办法自行呼吸。我们人是用肺呼吸的吧？对啊，不然你用塞哦。嘴巴。鱼塞呀、啊。真希望人有塞欸，为什么不进化一下？之后全球暖化，人会有塞吗？很恶欸。反正就是、那個、你觉得看到人家的这边有两颗海平面上升之后，我们就要进化啊，对不对？有道理。泥之呼吸。姐姐有够甜啊！刚戳到我的眼睛。你在干嘛？好，我们等一下，等他干。姐到底几岁？你猜一下。可以猜。然后呢？这时候我要来用。塞是退化又进化。如果全球暖化的话，感觉19，不是哦。啊，这个也是新成员，超可爱的。也是姐姐给我的。姐姐不是19，更小吗？更大。33，你闭嘴。33没有那么大、啊。泥之呼吸有点好笑。泥巴虾送你小公主，谢谢泥巴虾。哎、欸，这个蛮漂亮的，它超美的。现在是这个主题吗？公主现在到底什么主题 ？Sakura Pink。什么 Sakura Pink？ 哦，看到。Pink。谢谢泥巴虾，泥巴虾。他大概化完妆下播，然后就要卸妆。不会了，我会拍照。化完妆就下播了，我就说。我没有拍照，我需要拍照。小公主不都这样吗？其实常都是这样。哦，好多小公主哦，好多小公主哦，好可爱哦。哎，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谢谢雨轩。樱花粉真的蛮漂亮的。我觉得比较浪费的是时间。时间？什么时间？化妆吗？对。拍完影片倒是不觉得化妆品浪费。谢谢泥巴虾。
好多哦，31个了哎。什么31个？对啊，哇，谢谢詹明丽。人气选票能干嘛？下播卸妆这样，就这样吗？笑死！谢谢哇，好多好多，你们哇哇哇狂送哇哇哇！拼起来，打起来。太夸张了，231。上次有弄到千的吧？我记得。送到千的，真的很爽。真的很厉害，你们真的太棒。拼起来！耶！好多好多好多。现在第11名。宇轩跟虾哥在拼耶。12名啊。500耶。看错。太夸张了。现在是拼谁？夸张。耶耶！谢谢柠檬，谢谢大家。我还没有上口红，有多怪？等下画个爱心送你。姐姐真的优秀的掌控，对啊。现场。你们现在大家是在打架是不是？他们在送起来啊。对啊。刷一波。就跟我刷睫毛一样。看你刷睫毛刷多久，他们就刷多久。好啊，来就刷到最强。拼起来！现在在复健，哦，在复健，夏哥在复健，在复健，在复健，手指复健，手指运动。夏哥可能手太抖了。换信婷刷起来了。耶、yeah, ！你们在。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个功能，就是按着然后就一直送？他们要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这样比按星星还累耶。手指摸到柠檬吗？姐姐说拼反而不想丢了哦，不要拼，都不要，不要。都不要拼啊！想放开一切，好多好多。一次心动的海边，我就到终点。鸡皮疙瘩，为什么鸡皮疙瘩？好可爱呀、啊！谢谢你们，再加一下，够长了吧？加速送你那个薰衣草。谢谢家属。到一次行动的海边，我找到终点，想要说感觉。为什么我的睫毛永远都看不到？给你们看我的睫毛。强力张。还好。我的正脸，下了车感觉寒风轻拂过我的侧脸，多一罐路边热咖啡放进外套口袋里面。到底为什么咖啡要放在口袋？因为热热的，圆圆亮亮的。好了吗？等不及了，最后一步了，画口红。等不及，你要等不及什么？等不及要亲我一下吗？哎，我的唇刷呢？咖啡蛋要放口袋里面呢。哦哦哦哦，太近了。有啊，看到了。还是不要夹到眼皮哦，不会了。先涂。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柠檬脸脸。哎，为什么我卡住？哦，我往上滑。
大家的名字都改了，好笑。虾哥不耐烦了，虾哥很急，笑死！虾哥不耐烦了，虾哥很急。你有没有把 Daniel 教你的学起来？有了，只是虾哥那么急，我就不擦掉了。不擦掉很丑。我说不擦掉护唇膏。哦，不要太红，拜托。我等下抿。那个本来就是可以看的，所以没关系，不用拉了。什么东西？哦吼，好的，再画一颗爱心送你们。塑胶做的哦。什么塑胶做的？这是手机，很好笑。什么东西？笑死！你爸下手嘎走的，人家的名字改成这个啦。好美！大树说：“谢谢。”后面的朋友，跳起来！耶，好大一颗、啊。什么？你是要参加奥运是不是？耶、yeah, ，送你们！耶耶耶，画好的，这个爱心。其实我这边有一颗痣，你有没有发现吗？来点痣，点痣给你们看。点三八痣的。很会，才不是三八痣，是我自己有的痣，好不好？我就在这里，想要抓感觉。你明天口红好美，夏哥说的。谢谢。哎，扎口红，你看我牙齿扎口红。口红好美，夏哥等。有人的名字改成夏哥等，笑死。哦，有一个快没有水，哎！疯狂尖叫，这快没水，拿来点痣刚刚好。虾哥等，这真好笑。要赞美队长诗雅吗？因为那颗痣。队长诗雅是在这边的，在下巴，我忘记是哪一边了，有点。你口红是哪一种？那你点陈琳姐姐的痣。对不到叫什么514，你找大理石口红514应该就有了。画好了，终于。对啊，终于，好累哦，我也好累、哦，我也好累、哦。我要吃饼干。谢谢，脸上那个爱心怎么了吗？谢谢，手都脏，那你去洗一洗啦。我去洗一洗，谢谢你们。洗干净，拜托。好。啊！有人送那个你漏看了。啊？什么？有人送你魔法项链，好漂亮。等一下。他刚好跑走。没关系，我告诉他。加速送了好多鼓掌。画了一小时，静婷说：“很正常吧？哪里正常？一小时哎、欸，快了吧？你的爱心很可爱耶！耶、yeah. ，刚好画一小时。耶、yeah. ，哎呦，恭喜主播进入热门，谢谢。艾文送你好多东西，
谢谢艾伦，没有啦，送一个。谢谢那个什么上面还有什么？谢谢阿 K 啦，谢谢周礼恩。四月。好了，关台仪。凤尾。谢谢加速。谢谢艾伦。对，是四重翠。对，是四重翠。是阿姨朋友给他的，刚刚好，我觉得辣的超好吃，又下方烫伤，才不是烫伤。哎，谢谢泥巴轩哦，泥巴轩哎，那里是有很多牌，好可爱哦。谢谢虾哥等，你们快，谢谢泥巴虾。这什么牌子 ？CI 什么的？你穿裤子的吗？啊？你穿裤子吗？你穿裤子吗？对啊，我穿裤子。不然穿裙子吗？我哥要干嘛？谢谢上，欢迎上帝掉皮包。看一下荧幕，我看了。好凶。欢迎阿喵，谢谢嘉勋。哇！香槟！你巴西亚，难怪你那么的紧张。他就在等。嘿，巴西亚，又香槟！你巴西亚好多，你是太想我了。好多好多好多！没理我。他说你穿裤子吗？什么？你穿裤子吗？什么意思啊？我说我穿裤子啊。你穿裤子吗？是你有穿裤子吗？好肥，好肥，好肥！谢谢你，巴虾。虾哥手滑。虾哥手很抖。虾哥是手滑。哇，好多好多！谢谢加速。这个猫咪超可爱的。对啊。嗯。好像陈弟弟。嗯。你在说什么？你的肩带是白色的，干屁事？哎。对啊，但是运动内衣啦，没差，不要太注意。谢谢嘉勋。问号问号，谁好肥？我。哦。没关系啦，反正就是 OK 的。那、啊、就很松。对啊，这还好啦，因为怎么拉都一样啊。嗯，他那个很多。如果他喝，那不可以喝。哦，谢谢虾哥。想看什么啦？不要，没关系，我就你们懂的。我超肥，看我的手手。铁不辣手，我不是那个队长，我是继承爸爸的家业。哎、欸、哎。欸饼干净啊！找你们哭，我被咬了。你是超险。你哭完会不会很快要哭看完？直接把它编掉吧，超死。我先静眼。你把编了吗？嗯，算了，我本来想要再跟他吵一下。不要这样子骚扰人家，谢谢。不要欺负姐姐，我被僵尸咬了。现在不能叫李师。我才15岁，你可以就是讲话要注意一下。我先锁个5分钟，等下再开给你。我人好。姐姐的手是什么味道？狗屎味，眼珠味。哎、欸，没关系啊。贝贝贝，人都是要给机会的。弟弟来了，可以跟他吵架，你一进眼眉。哎、欸，弟弟，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我知道啊，你人超好。对啊，没关系。好到欺负姐姐，你看，证据哦，证据哦。不看我的小肥手，我是恰吉手手。不想跟他
吵，所以把它又回来。小皮来应援了，咸猪手很好吃哎、欸。小小姐姐，我手手在这了。姐姐的手应该没那么好吃。喂，姐姐手她不见了，不见就算了，因为她觉得她被扁掉了，所以就神经病，所以就走了。可恶，再进来啊！我们按告啊！我超爱耶、欸，拜托，超爱跟人家吵架。那我们按告，点到别的公司了。我有按到哎、欸，开心。可恶。没关系啊，你按到你也没什么用啊，我按到比较重要。有钱。哦。姐姐，我们来吵架。谁要跟我吵架？来。谢谢红包哎、欸，好多、哦。我只是跟人家骂人就蛮凶的，你可以问他。你说什么？我骂人很凶。是哦。你不知道啊，在班上、啊。我知道你骂狗很凶。我怎么会知道？我不在你们班。就是那种，那种。他骂我也超凶的。等一等，你看这个就知道。谢谢各位，就是。我都是那种，你爸是什么时候来？会闭嘴啊那种。你爸是什么时候来？我怎么？我也不知道。默默的就默默的就进来。是徐志摩、哦，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代表一片云彩。吵起来，不要，到时候被说太凶。凶爆了！加速送好多，而且为什么两个加速？哇，好酷、哦！为什么会有两个？有两个加速哎、欸，好酷！是宕机吗？我们班家人在吵我吃东西的话，都会咬一咬，然后吐舌给他看。也要喊骂我吗？不要吧！我就说闭嘴。不要吧。弟弟的胸跟姐姐的胸不一样。嗯？我们当心。我说你的凶人方式跟我凶人方式不一样。哎呀，太肥了吧！等一下你要吃完，没有人叫你吃完。你爸第一次送了 ，love love love。因为明天有事情，所以移晚了一点。对，所以拿东西喂你。送完了，乖乖挂停。谢谢加速。拿东西喂他才会被他咬。哎、欸，就这样了啊。你爸像木板做的。好晚，我真的觉得我十多睡着。掉一波，等我一下。面量体重，对。啊！我勾到我的脚了，把我擦掉了。阿姨的尖叫，擦掉了。Yeah. 好，真是别太累，我直播睡觉给你们看。你知道有人直播睡觉，直播睡觉赚超多的吗？可是不觉得这样被睡觉被看着很怪吗？反正人家没做什么事情就算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语出惊人呢，笑死！灵异现场 Part One。哦哦，哎，叫了贝贝上而已了。你可以不要在床上吃血血吗？杀死你！哦、oh. ，我突然跳快，直播睡觉要被姐姐骂哦。对啊，某个大大的传说嘛，那个大大。吃完了，不吃血血。小心你被蚂蚁搬走是不至于啦，我那么大一只，虽然蚂蚁可以搬比他们重50倍的东西。隔壁蹦蹦姐，因为他阿姨在切东西，谢谢谢谢西西，你八十，我现在体重45，完蛋，我的标准是45。谁叫你来吃完它了？今天开到几点？10点到11点。
他是问你今天。哦，是今天吗？今天的话就是到八点。八点。你怎么那么好笑？干嘛？我切玉米就挂身上喷的整个东西。再看呢？还吃完一包。转个头，怎么我家的头身上都是玉米？笑死！玉米狗。他肤色也是玉米色、啊。哪有玉米差很多吧？金黄色的，你不要坐我的头，我杀死你！啊啊！啾啾，啊、你可以搬比自己重几倍，亲不到他。好可爱哦！可以搬比我重几倍，我可以搬到，我可以背起60公斤的人。羊熊来了，欢迎羊熊。新朋友吗？台动捷径吗？当然可以呀、啊。踩得动姐姐吗？不行，拒绝太快了。我这睫毛有长吗？嗯、看不到。那你可以背我了，是可以背得动。所以姐姐大于60。对啊。7。姐姐没有飞机，我要被逮死。就像捏蚂蚁一样。我在想啊，如果我戴牙套，把这个牙拉回来的话，我要不要去磨牙齿，把它磨尖一点？这颗牙，全齿的部分。扛姐姐大赛。举办泥巴扛均扛姐姐大赛。不要。不是67啦，比67还大只。你要不要好好说话？一并调整，我是说磨成尖一点。自爆姐姐体重吗？看来要不要爆啊？四月来看看我就知道了。四月吗？应该吧。会调整哦，原来为什么磨尖比较可爱？你讲完不该讲的了。咬姐姐比较痛吗？什么东西？他说为什么要磨尖？是因为咬我比较痛吗？不是，是可爱。是又看不到姐姐、啊？不是啦，就到时候他再跟你们解释。姐姐有自己的规划。泥巴坑大战，笑死！呵呵，那你先，你先想你的粉丝名要叫什么？德全哥好笑，你说我吗？对啊。说到睡觉就很想睡，不可以。我的粉丝名叫什么？四月怎么看姐姐？你们懂的。你们懂的。我的粉丝名是把妮妮丢起来。他真的可以把我丢起来。摩肩当吸血鬼，甲骨文今天在那个某某前辈的台有看到他，嗨起来，差不多啦，起来嗨，妮妮看起来，好像不错嘞，晚上好，丢你妈，丢妮妮，对啊。今天妮妮到处跑，不要说出来，这样子你们不就也是乱乱跑吗？不然怎么会知道我乱乱跑？妮妮咬起来，还是妮妮咬起来？妮妮咬起来，那这颗牙是吧？我这边两颗牙齿，所以才看起来像这样。我的粉丝要叫小恐龙，蛮可爱的啊。他们两个在亲亲耶，看到了吗？不要打扰人家了。我有很多线人，到处浪都妮妮教的，为什么是我？好闪啊，小恐龙！小恐龙，你们要变成小恐龙了吗？小恐龙，我想到上次安安说蟑螂，觉得很好笑。安安上次我看他直播，他说蟑螂超可爱的，所以我要叫小恐龙。Q 翔，小恐龙。恐龙祭司，你们画很快哎、欸！笑死！你刚才泥巴恐龙算了，笑死！给我放第一哦。
好笑的。姐姐要出道，不是出道啦。笑死。姐姐要出巡。可以多多关注浪。姐姐要出巡了。姐姐。身为铲屎官。身为奴才。奴才。不对，你要演今天的那个。今天我们来看那个帅男偶像 No Three B 的那个帅男偶像，他们演的，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哈哈，然后反正都是这样，没有打到，差很远，然后像就像这样一二三，然后穿大力。姐姐会在六日晚上开吗？看他，看他。笑死！我刚刚那一集好像哦，要录起来。我们超会演的。生写本，生写本。我们好会演哦！你刚刚那个好像，真的很像我揍了你。想被打。姐姐会六日晚上开吗？不知道，应该。我妈都没打过我，你竟然敢打我！来来来，我们再来一局，要瞄准哦。红了。天空杯啊，你按准。没安奈对待我，你安吃死我的，牙齿掉了，这是演八点档吧？假戏真做，我们是来打起来。笑死，家暴请打医生。我们直接在那边，我要咬他，咬不到，然后在他这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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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我就说 no no， 然后继续咬。no no， 我手机没电，竟然那么快。你怎么没充电？我忘记了。No no， 什么肥皂剧？这段可以录起来给我。可以。应该都是带隐形的吧？但是没有钱啊。可以去投，就是没有钱。投案吗？叫投案。我报警。咦？投案。现在打113。有录影，有证据。没有。我打你。对啊。No no。No no。哎，太高了。哦，谁的骨头断了？断了！还真够打下去，用拔的比较拔点。嗯，大哥，对不起。No no， 虐待儿童，抱歉。来演一次八点档，我想一想我要想什么。隐形牙套超贵，对啊。隐形翅膀也蛮贵的。快点！你要拳头吗？打，用八，要八点打那种。这个角度不对啊！你哪安在对待我？超像！你真是嘞，小三！你笑死！我会报警！我会报警！反手吧！警察！有人跟我打，我告伊伤害。在一般叫9万，对啊，通常这样。好贵。反手吧，小拳拳揍。人家反手派，我反手吧。一定会破1000的，你不要破万就好了，当 QQ 这样。这是哪一个？短。验伤了，这边肿起来，给我打一个爱心。爱心也能走中，算了。爱心糊掉了。浪八连档。新资冠。No no。啊哈哈 ！No 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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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娘娘，小妮子跟大家请安。退下，滚！我手机也没电，笑死。对吗？在看呢、啊。不看，都不看。红豆泥，你们在干嘛？一起按红豆泥啊！小妮子啊。篱笆下塑胶做的。突然这么派。谢谢。突然这么派。有吗？你有派吗？我刚才说滚。
退一下。好多哦，超喜欢玩这个画面。不要就样举。我滚，不要啦。我忘记把两个东西放进去，然后被封锁的那个真的不见了，不见了啊！不好玩。对啊，想当年最爱的就是跟这种人玩了。你给我回来，回来我身边，懂了吗？再不回来，看我怎么处罚你！出去，门在那边。欢迎张志祥。哎，这样好快，就一个快一百，快一个半。我什么时候玩那么久了？化妆时间是蛮久的。我懂，懂什么懂？你在懂什么？慢走不动。Chucky， 欢迎草莓酱。我看到门口了，看到天堂了。Chucky。现在要出国人啊，只有一个国可以去啊，天国。进了。考农技师，天国。不要在那边。干嘛啦？天国进。进了。干嘛啦？谢谢第八星，我只待在你尼国，蛮厉害的。谢谢第八星，欢迎小聪，欢迎空白阿门。不要。Yes. Hi. 不懂牧师的感觉。Hi. 要隔离的喝隔离汤吗？隔离。好、哦，这地方有点大，记得持续过很久。我昨天在喝贡丸汤，我觉得贡丸汤超好喝，我喜欢喝隔离汤。我喜欢喝辣辣汤。你家是蛤蟆？海龟汤。有玩过海龟汤吗？你可以跟他们玩。对啊。康乃馨。谢谢。好可爱。它是一个解谜游戏。真不疼。你们要玩吗？要玩可以一起玩。可以玩那个很恶的那个，吃草的那个。对不起。你又在干嘛了？补我的爱心。不需要，下课等很久了。海龟汤有些，好，我们来玩了，来玩一个比较可愛。哇，又宝箱了！谢谢泥巴轩，你是不是雨轩啊？他刚刚就说了、啊，你傻了。哦，是刚刚就说，因为我刚刚就知道，其实我刚刚知道，只是我确认一下。他刚刚有说啊。就是。游戏是怎么玩？就是出题者会说一个故事的开头跟结尾，然后呢，你就要猜出中间的剧情，然后出题者，哎，你们要问我问题，出题者只可以说是不是，我只可以说是不是跟那个什么无关这样子，你们要玩吗？欢迎。你是雨萱，我知道，看得出来。谢谢你，巴西。欢迎佳佳。听不？就是，反正我会说一个故事的开头跟结尾，然后你们要猜，要问我问题去猜中间的故事，然后我只可以说是不是跟无关这样子。反正你就先开始。对对对，我就先讲。题目不要用太上面。是啊，他上次有玩啊，就是好。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的听到他邻居在吵架，然后呢，过没有多久就听到有牛在吃草的声音，然后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准备要睡觉了。就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请问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吗？这样讲对不对？他听过。我觉得你要玩那个。听过了，讨厌。你要玩那个。什
什么闭嘴、这个？是他室友的那个。关灯了吗？就是室友。那你过来，我跟你讲。哦。那个比较好玩。哦哦，都还在关灯。隔壁大老婆吗？不是，哎、欸，是隔壁大老婆。不懂。你要发挥想象力。继续说。可是你们刚刚说这个玩过了，欢迎李果和李央，刚才能果，反正就是有一户，好吧，这太多人听过了，那就是那我换下一个，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舍有两个人，有一个叫小美，一个叫室友，小美回来的时候。拔头发不是了，然后呢，小美就回来，发现灯没有开，她以为室友睡着了，就摸摸室友，室友也没有动，所以她就洗洗睡了。然后呢，隔天早上，有人，口红掉在地板，然后墙壁上写着一堆字，请问写了什么和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有打电话报警，你们是不是想不出来啊？天哪，我是不是太无聊了？室友活着吗？否，不是。写了凶手的名字，不是。室友还活着没有？室友死了，嗯。这个你们玩过吗？不懂。写着我爱你吗？无关。尸体完整吗？无关。无关。口红是塑胶做的吗？不是，是真的口红。他们要猜墙壁上写了什么，然后为什么他要报警？对，为什么他要报警？果然不会玩，没关系，你看一下底下的人怎么玩。因为你刚刚没有解释，你要问他们墙壁上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报警？对。晚上好。口红是塑胶做的话，谁敢涂？无关的。室友生病吗？没有。再讲一次哦。小美回来的时候灯是暗的，然后呢，她摸摸室友，以为室友睡了，所以就直接去洗洗睡了。隔天早上室友不在了，室友已经不在了。然后呢，墙壁上。用口红写的一堆字，然后呢，小美吓得赶快报警。请问为什么？室友在居家防疫吗？不是，室友生病吗？不是。下一个就是你们，我记得是吧？我记得是差不多。墙壁上写对不起，我杀错人。不是，欢迎龙龙。龙龙是因为我吗？墙壁上是写着室友还在房间吗？在。他们家没有笔吗？是，他墙壁上是写的下一个就是你，但是还有 一小句话。他们家没有笔吗？有啦，无关啦。室友还在房间吗？还在。脸上的爱心好可爱，笑你们的啦。室友是被毒杀吗？不是。卡住了都。我还是看看就好。买新手机？为什么买新手机？尼巴西，墙上写：“如果你早点回来，下一个就是你的。”不是，完全状况外。反正你可以问有关可能中间会发生的问题，这样子。假设你觉得说。室友被怎么怎么样了，你就可以问我，然后我就会说是或不是，或是无关。然后还有为什么他要报警啊什么的？对，为什么他要报警？
反正就是一个猜谜游戏了。简单来讲就是猜谜游戏。这是室友写的吗？不是。这是室友写吗？不是。他们睡觉时有人醒过来吗？无关。嗯，没有道理有关系。现场有凶器吗？没有。只有口红。对。有人去过他家吗？是。欢迎金界大叔，欢迎奶奶。其实室友，其实不是报警，是报警，不是。干嘛报警啊？人家都死掉了。尸体有外伤吗？有。口红其实是手指，太恶了吧？不是。写书。写书。凶手还在房间内吗？不在。欢迎 QK 男子报警，也不完全是不在、啊。凶手不在了、啊。他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没有，他早就跑走了。没有，很难讲。没有，他跑走了。尸体有涂口红吗？无关。他们两个都是女的，所以才会有口红。真的猜不出来，我可以直接讲答案。如果你们想要直接讲答案的话，我来公布，我最爱讲故事了。讲不讲？提示，室友被杀死，笑死！是你在浴缸里吗？不是，室友可能很难用，才不是嘞、欸！你们真的很好笑哎、欸，口红太难用了，所以我欢迎知银针。尸体死在浴缸里吗？无关。室友死在床上吗？不是床上，但差不多的位置。饿了。好香哦。室友是死在床底下。这样是不是差不多解出来？对。好了，可以公布了。好吧。大概都讲出来，好。总之呢，就是口红是凶手写的，对，床底下超恶心。对，关灯摸到的其实是凶手，对，猜对了。对，对，我就说他也不是走了，他就迷你舌头给不完全，不要乱挤，不完全走了，就是他一开始我说起床，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他就走了。但就是一开始欢迎苦味羊奶，关灯的时候，小美进来的时候，他不是有摸一摸室友吗？然后因为他是没有动的状态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不是室友，他其实是杀人犯。然后小美隔天早上起来看到地上有口红，然后墙壁上有字，那个字就是写的下、如果你开灯的话，下一个就是你了。对对对，然后反正呢，室友就是被他杀死了，然后在杀死然后塞到床底下，超恶的。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你会不会被投诉啊？说这么恶的东西？才没有。晚上好，房东呢？洗巾呢？哦，对的，哦，在讲什么鬼故事？真的蛮恶的。没有凶器，没有啦，就是凶器早被带走啦。你们说的是留在哪？不敢关灯了，不用啦。励志故事。锁好门就好了。有空再来，拜拜。拜拜。明天10点。有人说什么励志故事，笑死了。就，刑案现场推理，对，差不多的意思。挂起柯南。如果很会推理这种的话，我建议你去当刑警。我超会啊。但是你不敢看啊。对啊，我只敢破案。可惜没开灯，开灯的话早要被杀死。再次拜个晚年。傻怪这样，还好我没有室友，笑死，那更可怕了。对啊，如果哪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吓人家，嘴巴很尖。点点点，笑死！你还附和我？还有什么可以玩？
哦，还有那个啦，上次考你的。我觉得那个钉子那个。我再要说那个。就那个了。好，再讲一个哦。欢迎阿尔法，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学生，他从国小到高中的成绩都很好，自从上了大学来了北部读书之后呢，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然后直到某一天，他成绩又变好了，为什么？全部都你这样说有点不太完整，不然呢？应该是说，他是什么、啊？上国中的时候，大学以前是大学，他的成绩都很好，因为妈妈会盯着他念书。主角是男的，无关。谢谢，嗨，谢谢阿基拉。我这个有啊。没有了。哎西。红豆泥。等一下，红豆泥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真的没有。因为那样说，其实没有人听得懂。因为有人盯他，反正就是有人盯着他的。靠自己吗？不是。你很棒。父母死了。对，死了都要爱，不因临近是不痛快。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唱。父母被他杀死吗？对，怕。父母没有把他带回住处，好恐怖啊！我好像知道。哦，对了，你没有把重点说出来，你直接照这个念。反正一年后，他父母出了意外过世，所以奇怪，从那时候他的成绩又突飞猛进，就是这样。你好像知道。说尸体的部分，什么尸体的部分？哦，他把父母带回住处，对，啊，这样就差不多嘞。然后嘞，他把他带回住处要干嘛？对，但是怎么样子陪着他？他把尸体放着陪着他，怎么样陪他？超恶心的，我是觉得。细细羊板子掉在后面钉了毒，对，反正就是他，就是呢，答案就这样出来了。就是呢，他成绩一开始都很好嘛，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来了北部，就没有人可以盯着他读书了，所以不是复活，所以呢，他就把他父母应该是杀死，没有啊，他父母不是本来就死了没有，因为他。发生意外啊！哦，发生意外，对，发生意外，然后去世，然后呢，他就把父母的尸体全部带回来，然后吊在他的宿舍，然后吊在他书桌后面，盯着他读书。好恶，超恶，超恶心的，真没办法哎，没办法接受。欠人盯是不是？给老师看不是？那要叫泥巴虾。请个家教不是比较快吗？为什么要这样？请泥巴虾，那、啊、就没钱了。怕爆了，这个也是励志故事哈。超恶心，超励志，有点励志。这个超励志的。好在没有室友，对。又是室友问题，好在没有。怕爆要做噩梦，不会啦。快盯着你看书。吓死！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梦到什么？超没资格。我今天就是，我今天早上梦到我。跟前辈他们练书练一练，结果呢？结果就那时候已经晚上，我就回家发现姐姐不在，结果我就去找，发现她已经被埋葬了。然后我就因为过几天好像是她还是我的生日嘛，
然后我就把它换召唤出来，超好笑，召唤出来，但是它是一个恐怖的样子，就是那种已经枯掉的，也在龟大不是，好像它就是已经也是已经枯萎的那种干尸，对尸体，然后就是头发都湿湿烂烂的那种。但是这海龟汤我没有听过，没有啦，我已经在讲最新的海龟汤，不是。反正呢，我就把它带回我家，结果我才没有想要买它、欸。然后我就把它带，哎、欸，没，就把它带回家。然后它都不能躺在，它都不能被人家发现。然后它要活着的话，它要靠一个薰衣草牙膏，超好笑。然后我就。要把薰衣草牙膏挤出来，狗在别的地方。其实不是海龟汤，是真母汤，不是。反正就跟着那个，如果只要那个消掉，那个牙膏被消掉的话，它就会直接死掉。然后我就谢谢阿 Kira， 我就要定时的去抹一下牙膏，抹在别的地方。对，薰衣草牙膏超奇怪的，我爱。然后呢，就到最后还是被发现，因为他的牙齿已经烂掉了嘛，因为他是整个烂掉了，就开始拆中间了，不需要。所以姐姐怎么死的？反正呢，他就牙齿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然后掉在那个厕所的洗手台旁边，然后后来被发现，那我才说，就把他带出来，然后说，因为我只想要跟他。好好的过一个生日，结果到最后还是把它买回去了。是不是看到鸡鸡？不是，没有，那是别人。要开始猜为什么用？开始猜为什么要用薰衣草牙膏吗？不需要。要开始猜为什么姐姐死了？为什么姐姐掉牙齿？是牙龈烂掉，然后一直掉牙齿。姐妹心结。所以旁边的姐姐是现在是《李氏朝鲜》里面的角色，要看《李氏朝鲜》才知道什么东西。把姐姐挖起来过生日。对啊，真是够意思。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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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牙龈真是合理多了，超恶心。反正应该就是整个身体泥豆子，我才不是泥豆子，是那种烂尸体，像我要咬的东西，就是那种烂尸体。对对对，它已经烂掉了。好恶，感觉就很。姐姐还好吗？感觉就很臭啊。不好了，不要扒。他打我。谢谢小雨。所以薰衣草牙膏大量的盘尼西林。谢谢。因为姐姐平常不刷牙嘛，她都变尸体了。你有现在故意这边拆吗？感觉，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梦，然后想说，搞不好我可以把我的梦拆成中间给你们拆。欢迎玉，这样好像是你的手，在画面里面看，你刚刚手放在上面的，这边放在上面，不是从我下面冲过去的手，对，这样超像你就是抱着，哦，我自己抱着，姐姐复活咬人吗？姐是溺水，你比我还更容易做梦，对啊，帮你解梦。哎、欸，我也超会做噩梦的。可是你做噩梦的频率比我少啊。以前我做的噩梦都很像恐怖片，超恶的。所以前世希望你帮姐姐涂牙膏。他牙膏涂的比我多哎、欸，超辣的、啊。你起床有哭吗？没有。你掉头发。嗯？你刚刚他揪到头发喷过来。是。梦有时候是通往平行宇宙通道，什么意思？起床要打给姐姐吗？他在我旁边。他要打姐姐。起床打姐姐。涂那么多牙龈还坏掉。起床打姐姐说：“你为什么死掉？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是忘记帮你涂牙膏而已，为什么你要打我？笑死！可以梦到你的打我？不要吧，不好，将来会送医院，会被告。紧急送医，哔哔哔！
baby。反正又不是他吃的，他等到睡着。他也有肉肉嘛。这半人倒提早播了，哎，真的快八点，超快的。我之前梦到那个，我被南瓜头的那种，它底下是细细长长的身体，然后都是黑的，然后是南瓜的头，那种 Dragon Lantern 那种。雪粉是明亮牙膏吗？不要，没有啦，我不脸小时。别都想，我都会崩溃啊！反正就是被那种南瓜头追杀，超可怕的。塞一条到嘴里，还是叫薰衣草？不要，我不适合这么美的名字。是很奇怪的名字。那也不要留言一下，知道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嗯啊，要不要留言一下当家？啊，我又不一定，就先追踪嘛。好吧，大家准备，就那一个小妮子跟大家请安。啊，你们知道的话先嘘。哦，我的双眼皮卡住。你的什么皮卡丘？双眼皮啊，刚被卡住。好了，最后来唱一下。干嘛？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倘若是我拖累你忧伤，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可是我真的傻，才害你黯淡了光芒。别担心我，是我不够好，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爱你。已经忘记涂牙膏了，恶心。啊耶！这样咬起来臭臭的，我闻到高丽菜的味道。对，一直都有。现在才闻到，我鼻子很不好。是腐烂的姐姐吗？是的。啊！你会变僵尸，你不可以吃僵尸肉。欢迎小圆圆妮妮，我也叫妮妮。谢谢阿基拉乐福，爱你，爱你。你吃了我的肉，你会变僵尸，你会被感染。你巴西还在吗？怎么感觉那么安静？反咬。那所以我就会变回人类吗？你在？快了。那你还在？我唱一首歌给你。我唱什么？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为他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户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哦哦哦哦哦，想变成你的氧气，流进你身体里。有苍蝇。哦哦哦，好看看在你心里。哦哦，你有多么宝贝，我爱你爱你。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回忆。好了，不会唱口音。谢谢大家。84等，好强。85。89等的也好强。哎。
哎呀呀呀哦。哦好，要打给阿嬷。我没阿嬷电话。给我，然后直播。不是这样子的，超坏的、啊。I love you, baby, baby, baby. I wish you the one thing. 哎呦！你要欺负我的水豚？它不是你的粉扑，它不是。还有一个蝴蝶。还有什么歌可以唱？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好，我不会唱了，其实我没有在看，没有听。哎、oh, 哎。你都我说的吗？这句话像你的枪，让人害怕，在爱里中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你给了误解的条件，要我陪你直到永远，存在两个世界，却奢望同个明天。你懂我说的吗？其实你知道却无法自拔，相信你的话，深不见底坠落崩塌，爱可以静得像昨天，深得好遥远，让时间代替我回答，默默守护我。好快啊，时间好快啊，明天要等到十点哦，我真的会睡着。而且明天我不在。对。你难过的我说的吗？完蛋了，嗯。要不然大眼，我开到最大。欢迎天空蓝。太鹅了，你是 ET 哦。这有美肌功能吗？有没有就有。是、哦。嗯。谢谢你把喜爱的小公主，这样就可以放电了。也太大了。吉娃娃。开到50看看。吉娃娃。这样比较适合。不玩了，不玩。你谁？妮妮，电力十足。我要送你这许多朵玫瑰花 ，Baby， 重新来爱会好一天。哎，刚刚那个可以只 Q 哎、欸，对。只 Q， 只 Q， 只 Q， 好，彪彪，彪彪，彪彪。我死了，我死了，不要死。剩下你一个在播了，难怪大家都回来了。对。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baby, baby. 快微笑对我放电。这是什么可爱？这是什么？我开大眼。谢谢九代分享，可是我快要下播了，肚子叫了。这时段只有你播，好像很少人跟我抢这时段。欢迎乔天椒哥哥的飞镖。我的鼻音很重，你不觉得吗？就跟你讲，你准备过敏了，不相信我？不是啊，前几天这样。你八下，你用手都按错，对不对？笑死！
礼拜天六点有 rating 起来。怎么开机？要上传截图，记得可以标我，我会去看。我明天十点才播哎。我其实有时候，我决定这段时间开，是因为我想说你们可以边吃饭边看我直播。然后六日的话，是因为我平常都要上课。耶！看好的，不要吃东西。看你我。你可以先练棒棒了。看你我手超抖，握手超抖。真的可以那么晚播吗？可以啦，十二点前关掉就好了。你怎样？哦对，你好贴心，还好啦。刚好六日才能看，除非是我六日有事，不然我真的只会在星期五，顶多星期五。不然其他时间我会找一个很晚的时间。其实示范反而只能挂听，十点播可以。买完新手机了，行。你买什么？我也只能就是看，不然偷看台。我知道啊，你要教课。我来慢慢念。今天要唱什么歌呢？不要。好，我知道了。第十五名是 Young Girl， 第四十名是你吧祭司，第十三名是，哎，我不会念。游戏 Hero， 第十二名是小一哥哥，第十一是新鲜柠檬，第十名是空白没有头贴，第九名是抚慰，第八是心停，第七名是爱问，第六名是陈家书，第五名是泥巴西，我不卡，嘿嘿，第四名是你，我突然忘记。第四名是你吧，选有。哦，他是说你卡住哦。是我卡住了。没事。第三名是朱丽叶，终于来到第二名了。I hate you, baby, don't make me love。 然后还要再等间奏这样，没有啦。第二名是 Akira， 第一名是泥巴虾。Akira 好像很常第二名。对啊，泥巴虾就是专门的第一名。榜首。朱里恩终于到那个，终于到第三名。也太长，喝汽水。也太长，超长。气 baby， 卡住，极致歌喉。为什么要点点点？为了呀，谢谢，就这样，爱你吧，夏，爱你吧，夏，爱你吧，夏。还有朱丽恩，还有阿基拉，你们两个人。我又忘记关大眼了，烦死。帅帅你，超好笑，超会编。上次到底编什么？你知道我们音乐课现在要哦，谢谢你发现。我们现在音乐课的考试题目是要改《想见你》那首歌，然后我们改外送平台，就是议题都可以改，然后改成。把会计图都面进外送平台，快叫 Uber E。 那还什么？扶贫的外送几个宵夜早点，真开心有你。晚安，先说，你等一下就要睡觉是不是？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
和我一和我一样，我一直破音。在等待一句我想你，是我愿意，快点笑哦。对八点，但是要再多五分钟，不然系统算不到，很棒，笑哦。我有时候会有酒窝，但是现在没有。耶、yeah, ，那就来截图时间吧，还有五分钟。探秀 triple， 明天见，自己画一个，画一个什么？我一看到，我刚好吃到口红。啊？我还有四分钟，等我一下。他就说你要吃。对，你没有听懂。哦、要吃。哎呦！你没有听懂。不会画酒窝。看谁吓到吃口，吓到吃口阿姨。哎呦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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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要五分钟，你把下一次抖到飞出去吗？好近 ，Link。好吧，我还是觉得问课很难，好紧，还有手机跳掉。哦，浪很容易滑掉，对啊，截图时间，谢谢阿哥啦。他前辈都算有名，你说这样吗？还是这样？用尽了我最难解的谜，逗比，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还没，你把现在滑出去，打电话问阿妈，阿妈你进吧，滴的一瞬间感觉好甜，哦，蛮可爱的。想见你这想念，四分，哦，五，六。这是去开头贴看到了，嘟嘟嘟，无浪的危险，想抛开一切，绕一次生动的海边，破旧的站点，下了车感觉，寒风轻拂过我的侧脸。我有时候都会这样唱给我阿妈，就唱阿妈的心嘛，低头闻到阿妈就会生气，她说我唱歌很吵。아마알았지마디다위와래교리리강우텐데와래교리리베자회거보빠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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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的了好啦，倒数十九八七六五，我没有把妈妈一跳，三二三九八五四一二零，明天见，明天十点不要睡着，
不要睡着哦。对啊，大家好像没那么早睡。除了我以外。这时候听到阿麦的音，拳头硬，要关秒睡，我也觉得。